赶紧回来，就山里头，他说什么都不让，直接把这封好，直接给封了。他这回来车撞上他，怎么带着去也没法带着去，回来给他送回去了，就挡着那车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让我们家狗送的，狗回去了。回去之后呢，我就把那腿搁在家里头，我就自己又去了一趟。去了一趟我就跟他说这种情况，我说我没法特别强迫让他来，但是我怕他要精神再受了刺激，还气成这样呢，我说所以没办法，我说要不然。他说最好你自己带他来，说要不然你就说在家就看着他，如果说就是说他一犯颠儿啊，一难受啊，你赶紧上医院，随时赶紧上医院。说要不然的话，他在里头烂了以后吧，你看不见，他里边烂了就扩散，你松这完了就扩散，很快就根本就没救。他外边里边不烂没事儿，后来我们家中午看他没事儿，他没事儿都干了，就那肉那块干了。就说大夫。啊！后来完了以后，我们家孩子也说别带他去，别带去了，我就自己又去了一趟。到那以后跟人一说，人家大夫就说你打消炎针，我说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得了。他不吃啊，不吃不喝，那天就没吃没喝，一天就没吃东西。完了，他爷爷就回家，哎呦，一天没吃，你瘦了，一天没吃就瘦了。后来我就开了，他给我开了一个礼拜的消炎针。他说打三针，我说别打三针，打一针的。他那就别打了，这抓紧打两。我说那也行，打两针，因为我头一天晚上给他打的挺好打的，我觉得就一拽着皮一打，但是我必须得抱着他，我给他同意了，开了一礼拜的针，开了一块九块，就这么点儿，180。如果一天花了100多，第二天花了180，再加上挂号可能300多，然后那个回来晚上，然后你多搁点，每一块儿怎么一块儿搁点肉跟那狗玩。